瓶消毒洗手液，一块巧克力和一包饼干，在这家连锁平价店，价格介于一毛到两块钱，售价比超市还要便宜，吸引了一些市民到这里购物。这里比较便宜，应该有30%吧。就是看的日用品呢，还有小食品比较便宜哦。比如说一个盐，在这边要1块钱。居然像巧克力这样子而已嘞。如果外面这个，哎，好像这个3个嘞，4块这样。如果另外面一个嘞，2.5块哦。啊，所以来这里买比较便宜。Value Dollar 在本地一共有60多家店面。发言人告诉前线编导，商品可以低价售卖，是因为他们到世界各地寻找货源。We sourc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uch as different parts of Asia, China, Europe, US, and etc. So through our sourcing, we are able to cut out the middlemen and buy direct from the source, which drives the prices down. Which is why we have chosen to compete in the lower prices because we are able to pass the savings direct to the consumer.专攻美容化妆品市场的 Venus Beauty 则是靠薄利多销来取胜。这家店在全岛有28家店面，经营了20年。我们的价格方面，大概是比大型的超市或者洗药店低于20-30%。我们走的策略是，薄利多销，所以必须带进很大的数量，才能够把这些价格放得比较低一些。交给消费者获益。但过去几个月受到俄乌战争影响，加上疫情的演变，导致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冲击了平价店。从疫情到现在，可能有一些产品已经起了5%-10%。我们的行业最大的影响是，其实是我们这些沐浴露啊，或者是洗发水，大部分是用中油制造的。那中油已经起了1倍左右，从3000多块一吨起到6000到7000块一吨，所以这个会影响我们这些产品的价格。有一些产品啊，供应商也就把那个容量减少了，那就是比如说一瓶700毫升的洗发水。他把它缩成650ml， 那价格还是一样的。今年5月1号，大创百货 Daiso 宣布商品不再是一律2元，它推出了15种价格分类，介于2元1毛4分到25元4毛7分。其他平价店是否也会调整价格 ？Our overall costing has gone up by around 20%。For our side, but we are still trying our best to reduce margins so that our prices do not go up too high. Currently, there is about an average of 10% price increase in our stores. Will the prices continue to go up? That is all dependent on the global situation and until it stabilizes. Once the global situation stabilizes, the price.Will also stabilize at a certain point, but we are sourcing for as many methods as we can to keep our prices as low as possible to keep all savings with the consumers. 我们大部分的产品应该会保持原价，我们已经库存了3到6个月的货，所以应该能够我们自己有信心能够保持这个价格。从供应商给我们的资料，产品方面的本钱。已经会起5%-10% 左右，可是我们不打算提高5%-10%，只打算可能提高3%-5%，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 sales 应该会增加，然后会帮忙舒缓这些成本的增加。商会代表觉得，物价和成本上涨的情况可能会持续6到9个月，而商家能不能生存，卖的货品是关键。就算你是零售业，你要看你卖什么东西。如果他们卖的东西是比较我们叫做 essential goods， 他们的反馈就是说他们的销售率提高。可能因为很多我们现在我们都害怕说东西比较贵的，对，所以你买的东西可能集中在你必须买的东西，所以比较偏于娱乐啦那方面的，可能你就可以省，你就省。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这家店的销售额不减反增。那很幸运的，我们这一行，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的销售从这一两年还有增加10多个%，每年都增加10多个%左右。这家店也还在请人。We are expanding and we have a lot of customers, a lot of sales going on, and we are always in need of more people because it is very crowded, and our goods are moving faster than we can top up.物价上涨多多少少了，从5%-30%这种左右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商家他们呢都不会把这些成本完全100%去把这个价格提高了，所以他们会承担可能一部分了。可是最终、你如果说你买家的话，你一定会收到这个价格的提高。如果你现在去很多不同地方去买东西啦，咖啡啦。都起价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做买家的要做心理准备的一方面。你要看市场，我看至少你要准备10%-20%的这个上涨，接下来的6个月。物价涨，这对夫妇又怎么省钱？网上购物呢，有很多那些 sale 啊，好像5.5、6.6，所以如果能等呢，就会省比较多了。